过过两礼拜就是农历过年，柳营区公所特别趁着一月初七的补办日，在柳营大天院办理迎春的活动，邀请到退休的校长、教授、警官等等四位司法的老师，现场写春联，免费送给在地乡亲。今天是上班日啦，哈，然后邀请了四位大师来我们柳营代天院共同办理这样子 One Two Three 的顺利的这一个春联挥毫活动。那希望我们的乡亲朋友可以在过年期间这段时间先做一个大扫除啊，也可以来这里索取很好的一些春联哈，让大家回家去张贴啊，增添一下我们过年的气息。为了要让整个活动更加热闹，现场还安排现煮咖啡的试饮，免费领棉花糖、小龙的蛋味等等。另外，春联的 DIY 和街头艺人造型气球的表演，也吸引大小朋友到场体验欣赏。柳营代天院这么多年来一直的努力的在有形跟无形文化资产来的努力，啊，就是要将这个珍贵的传统文化来个保存。哎呀，非常感谢咱区长，咱陈区长吼。非常认真啊，对柳营大天院也非常的帮忙啊。柳营大天院伫徛伫地方的大庙，吼，所以啊非常荣幸会当来甲咱工作来配合，吼，来进行一连串的活动。柳营大天院表示，最近在地重要姓氏百年王朝被登录为市定的民俗，趁着今日活动，甲乡亲士大分享一个好消息，嘛则感谢公所一直以来对着宗教文化传承的用心。也希望看到村里的民众可以平安顺利过好年。南投新闻台柳营采访报道。